比如说我开始，我代表国家奥林匹克队啊，去打过太后杯，嗯啊，还是太王杯，我忘了啊，就不是，比如这是我，要拿奖金的啊，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个，太后杯啊，当年我们88年啊，我们去了，我们打第二名，奖金10000美金。这时候，这都是到现在都有啊，国家体育总局，当时国家体委有明文规定，奖金每个球队每个球员的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。50%给国家体委 ，OK， 我们没意见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所谓的是举国体制嘛。我10岁到了八个队，是吧？我哎，把你国家培养我，所谓我入选了国奥，我们去打比赛得奖金，国家体委拿走50% ，OK， 你拿走80%、95%、多少 ？OK， 有啊，文件 OK， 50%他拿走了啊，5000美金，剩5000。归球队主教练来分配这5000美金，这共产党的啊，你看啊，这时候就出事儿了，5000美金主教练来分配。那么当时主教练的原则，徐根宝啊，这是徐根宝，你听着，对吧？所有的这些球员们大家都在，范志毅、孙继海，孙继海当时还不在，翟彪，这个蔡胜，你们都听着，黎兵，这个那张军，哎。这5000美金，队里发，徐根宝来分配。徐根宝的分配就是，他拿和主力球员一样的钱，就是郝海东分这5000里面的主力，比如说他给郝海东100，那么主教练也拿100美金，助理教练和守门员教练和替补拿那10%啊，剩下的比如说多少。知道了吧？就说这时候，就说这5000，你要发给我，这里面的30%也好，40%也好，35%也好，这就是因为你徐根宝拿多少，我们主力球员郝海东就拿多少，这是规定。因为我已经交了50%给国家体委了，那50%你队里头发了，你徐根宝说的多少多少，这都有吧？好了，这时候就来事儿了。徐根宝每次发这些钱的时候，叫我们进他房间拿，我翟彪、高玉勇还就住他对面，我们这样的在头上，他就是在每次哎，海东来，我就进去，他就拿钱，哎，拿了白拿，别问，别互相问啊，他妈的，怎么能不问？你大爷的，我就拿了，我一看5000美金，你比如说你得给我50，我他妈为什么不问？因为这里面我操，我应该得300、500。对吧？因为主力嘛，你拿多少？我心里话，你呀就拿50，就拿20，不可能啊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下来了，我们就在问，我问翟彪，你拿多少？张军，你拿多少？当然我们不会问范志毅，这个孙子他妈的，对吧？他偷完钱，他他妈给马克坚、给徐根宝都买鳄鱼牌衣服，是吧？你把他是上海人，他们这一伙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一打听，我们几个主力一算就知道，我靠！你这个孙子少发呀，克扣我们奖金嘛，对吧？那就有了他89年、90年的时候，就你妈让李虎，也是我们八一队的啊，就是当时在国就给他们家安空调去了。当时10000多块钱一匹的空调，你们可要知道，他哪来的钱？他妈王八蛋！你89、90年，你他妈安一匹空调，那分体空调10000多块钱，你哪来的？你那么一月工资跟我一样，恨不得没我多呢。我他妈八一队都当兵当官了，当时都已经提干了，对吧？你他妈哪来的钱，是吧？你就拿我们的钱，这个东西就是他公平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奖金分配是有明文规定的，就是国家体委拿走50%，其他50%队里分。包括世界杯出现，我们国际足联给的那几百万美金，咔嚓。体育总局拿走一半，其他我们分。当然了，分给我们的时候，主力是多点，但是因为他妈的这些恨不得连他妈做饭的都给了，是吧？那你就分不了多少，因为那里面我靠，只要沾点毛的都能到国家队来沾上点
这个光的，反正他们都得尽量给了，是吧？弄衣服的弄三个，助理教练弄八个，是吧？什么什么医生弄五个，完了这些，反正最后所谓的团队，最后他这个没意见，你只要公平，别克扣我们的，哎，都能说得过去。问题是，他不是，他们这帮孙子是克扣你的奖金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该分的钱，他们给克扣。你包括小叶他们说的，是吧？李永波把赞助的钱他来拿着，他分给你们，他妈赞助100万，他就分给你10万，那90万他拿走了。那90万他的经纪公司，你不通过他的经纪公司，你就赞助不了国家羽毛球队，对啊，这个东西是他妈这个东西最操蛋的，就是说他不公开透明，所以就有了好多的教练员、运动员的讨薪，啊，给了，比如说八一队给到奖金，给到队里，给到贾秀全手里10万块钱，他进来让我们签个字。纸上空白，郝海东签完了，他给你1000，给你10000，你拿走了，他上面填上5000、5万，你怎么办？那些钱他不就贪污了吗？对吧？他们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，所以就有了为什么共产党不敢市场化，不敢透明，不敢有合同，因为他们经不起推敲，一旦有了，我操，这帮黑金哪来？他们怎么寻租？所以他们就有了这一套体系。他让你他妈的一个人来去最后去分配，而不是用制度，是吧？用规则、用合同，这个东西就是可怕的。他的公民你知道了吧？这我解释得很清楚。明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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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清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揭竿而起？为什么要灭掉共产党？就是这样，你不灭掉他，你分分钟会被各个坎儿给弄掉。